枪进去，啊，一拳回来。在这一起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听。陈明明刚刚讲讲这逻辑。这叫往茶园里面走。怎么样？你说。来，帮我拍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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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挑一个秘境，要在这个角度。有点人也不错。可以啊，就这个这样子讲，这样这样可以。这样子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有这种森林的感觉。对，森林就是。
人踢掉了，我刚才把船的人头踢掉了，要不要踢？你懵逼的，我要这感觉嘛，对不对？ Okay. 啊。站在这个正中间跟他走，对，好，就这样。要轻一点，别抓断。这个算是已经是全胜的八十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对，对对对对。这里是大厅，这个后面是要拍吗？好啊，你上去，上去那里，没事，谢谢。嗯，好像换一个人了。背景换了一个人，没有带道具，可惜没有找到。按一直行啊，直直行，得让出去茶庄啊，就可以看。你说还有哪边有密集的？去哪边？我们还要看 B 区啊，光是茶。他们不知道美不美，高级哦，哎，拍很多照片呢，每天都要来。那个，先看右转，再看左转。很棒啊！是妈妈吗？对啊。妈妈来家就笑。很好，非常好。心情好不好？心情很好。跟着你的团更好。谢谢。你光耍不乖。哦，这个很惬意，这个。妈妈，今天欢喜不？有啊。
我们用糖试一吧。试呀。哈哈。这记得去吗？可以。哇，这样多好！真的，嗯，谢谢。我想是一滴。我们待会到那个前，给李董上好生吧，天气好吧。反正呢，只要没得去开车。今天这样子的农场还可以吗？行，挺好，不错。小灯服好不好？小灯拍照一下，厉害！